去年因为讲疫情关系，首都来停办台南古都半程马拉松。今年2022机会后来举办，有个伫礼拜日3月6号来起跑。台南市政府今仔日嘛举行着行政宣传记者会。比赛呢，我们分成三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，是半程马拉松组，这个有21.0975公里，另外呢，我们有这个路跑组。这个呢有10公里，另外呢，这个健康休闲组呢有5公里，这个非常热络哦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有将近16000多个已经报名了。副市长陈谦是表示说，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是台南指标性的城市马拉松，今年报名人数超过16000人，为了让跑友能走了欢喜走了安全，也加强着是连坐到量体温，还有报名时候要来缴着注射着疫苗的这个黄卡等防疫措施。14天接种的这个证明的这个健康证明才能到的，才能到的，所以在整个参与的人可以安心的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今年古都半程马拉松分作为半马、甲70公里、各5公里等3组，路线经过台南市的古迹景点、甲安平港区等所在。今仔日嘛，阁请来着2019到2020半马的这金牌选手吴瑞恩来担任代言人，拍着影片介绍着路线景点。伊古都马拉松礼拜日要来起跑，到时阵沿途将会进行着相关的管制。伊店家甲社区卖出动加油团、甲补给团，希望用热情来迎接着台南古都的年度运动盛事。南天新闻台以上台南采访报道。